2014年电影上半年看周迅，下半年看赵薇。日前，黄渤、赵薇、佟大为等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《亲爱的小孩》杀青，在片方召开的杀青定档发布会上，导演陈可辛宣布影片正式更名为《亲爱的》，并定档9月26日，引领今年11档。与此同时，赵薇和佟大为还正在赶拍新剧《虎妈猫爸》，即使工作如此满档，赵薇还能抽出空来邀请众星为公公的80大寿祝寿，这哪是虎妈，这是女汉子啊！日前，搜狐视频赶到赵薇新剧《虎妈猫爸》的拍摄现场探班。赵薇饰演的毕胜男是个职场女强人，当天她长发披肩，穿了条黑色西装短裙，胸前挂着牌子，紧紧握着手机，正在主持一场食品展会上的牛奶新品发布活动。与她对戏的是《甄嬛传》中的浣碧蓝盈盈，她穿着白色蕾丝上衣和红色短裙，饰演的黄丽是个蛇蝎职场新人，虎妈毕胜男的下属，自然是要瞅机会给上司使绊子的。导演姚晓峰一声开拍，赵薇一时在场中忙碌的穿梭，一时冷艳的发号施令，而蓝盈盈则察言观色的做出全力配合的模样，心里却盘算着小九九。不一会儿，一位气质似伙夫的土豪出现在场内，赵薇不卑不亢的迎接，蓝盈盈则满脸堆笑的紧跟身后，大献殷勤，献出心机女本色。拍摄间隙，赵薇叫助理整理了一下衣服，随后一屁股坐到导演姚晓峰身边。观看回放出来的效果，虽以为人母数年，但赵薇白花花的大腿依然十分吸睛。郑维斯，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搜狐视频娱乐大不同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胖。